Yo， 镜头前面嘅你，今日我哋探讨嘅问题就系男女关系啊！唔知道究竟你哋男又好女又好，唔知道有冇试过一种情况，就系当你同你另外一方嗌交嘅时候，而另外一方就还不管你，又 block 咗你 Facebook， 又 block 咗你 WhatsApp， 跟住又要仲话你唔要佢，即系打还嚟讲。究竟你哋有冇试过呢种情况呢？如果有试过呢种情况，咁你会点样去解决呢？咁不妨留意同我哋分享下，大家交流下啫吓。想问下大家意见，有冇试过呢种情况？系啦，如果试过嘅，你点样处理呢？吓，咁啊，不妨留言 comment 下啦。咁就 see you guys in next video，peace。